大家好，现在缅街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COCO 奶茶店排队情况是多大。然后我打算喝一杯咖啡，领心喝杯咖啡好了。今天街上很多人，老婆饼，因为现在要出去工作，要补充一下能量。OK， 我一杯凉。一杯咖啡，我要一半咖啡，一半热水，就唔要糖。OK。细嘅，我是要一半咖啡，一半热水。然后走堂人接一个老婆饼，因为现在要出去工作，不通。今天整天忙了一天了，就下午茶，要补充一下能量。给多少？两块七毛五。补充能量。对，法拉盛买什么都是很方便的，走到楼下什么都有了。早上有来这里拍过那个免费领餐的队伍，仍然在排，所以估计我觉得他们应该排几个小时才能拿得到。这个摊位是越来越多了，对，现在两点钟了还在排队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平均排多久，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啊，排队。那这边排队，这边是卖口罩消毒水，所以街上是蛮窄的。
用，你还想用，你还介绍你的朋友过来买。我们卖东西是这样子。哇，这个队伍好像还是很长哦。幸福堂哦，幸福堂有排队，里面排队。这个免费餐的到来到现在这里，非常的壮观跟壮丽。哇，非常壮观，到后面好远好远。芋圆卖卖香肠啊，这个大的10块，小的5块，大的10块，小的5块。哇，这个摆摊也是非常的壮观的，场面壮观。场面相当的壮观。那你拍一下吧。有草吧？那你拍一下。要看谁的。我们云手的。先生，我找一下，三块呀，帮我来一桶啊。这里是农夫市场。对面就是图书馆了。哇，连金鱼都出来了。哎呀，金鱼都出来了。金鱼都出来了。老外也很多摆摊的金鱼。哇，世外桃源。哇，这个场面啊！Why only me? Only you for you, beautiful. Thank you. 还是这个金鱼好看。这个多少啊？这个大头的这个。这个100。这个叫什么名字啊？鹤顶红啊。这个呢？狮子头100。100，好漂亮。每天都在这里吗？没有，是周末。只是周末，礼拜六、礼拜天。我们自己养鱼，今天学习卖了就完事儿。啊，就自己养的，自己养的。漂亮，不错不错。